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三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半决赛的一盘棋，是由中国的连笑八段对阵韩国的赵汉成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就是介绍的这盘棋呢，是中韩的高手的一盘对局，就前一段在中国棋院下没错，的。这个连笑呢，也是我们现在风头正劲的一位年轻选手，对，他这个现在等级分排名进入前三了，已名经，人嘛，对，而且在国内也是拿过很多个头衔，像畅棋啊、名人啊、李光对，啊、阿含童山还可以，啊，现在就缺一个世界冠军了，可能是，赵汉成呢，这个最近不是太活跃，但是呢，因为我对他比较熟悉，因为过去在这个我那个当教练那个辽宁队，跟着我们也有过很多征战，因为他的参与的那一年，我们辽宁队啊在围甲当中啊拿了冠军，夺冠了，他的战绩很好。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我在那儿教练，所以跟他有很多接触。赵汉成那个人呢，印象不错，温文尔雅，然后这个平常的为人处事啊，感觉非常好。那么他和连笑下，因为连笑是比较风头正劲的时候，那么赵汉成呢，在韩国排名啊，就最近有点滑落。第14位，目哎，前对对，是所以我们来选一盘看看这个，因为最近的刚下的棋啊。对，那么连笑黑棋，执黑先行，黑棋他这个看看他的棋局怎么样啊？然后小飞挂角在那，小飞挂角，然后二尖高加，这是常规手段，常规的一个定式，这个太多了啊。然后呢，再挂角，这个呢，这都非常普通了。有加工有尖那个，他呢是连笑高效率的，就这脱退，脱退，黑棋粘，那就是你如果走那个白棋拆是普通，结果呢他脱先，走的这个尖顶，尖顶，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个角还空着呢，对，大家都不走，一这大空个角没人大占，空角还没人占呢，这个下的就是比较比较乱战，属于喜欢战斗的。对。喜欢这种，把局面搞了，他们是控局，看来都比较有一招啊。现在这个棋尖一个，白棋呢也没靠，这个没交换，那白棋走什么呢？你如果长被他飞，他不肯，他是走的这个啊，飞压一个，飞压一个，团是必然的，对，没有说搬的，搬断了那争子了。现在的团，如果一挡他断，那是黑棋可占。现在呢？这个棋虽然我也见过，靠的，很靠，横他们靠，现在都喜欢用这招，好哎，像，是一个横靠一个，也有说不长单长过去，也有的，但是这个是有刘老师，这棋我记得以前的下法好像都喜欢说，的，挡住，然后呢，黑棋断的时候再横靠。那长，他长呢，不然过后长就，这门儿，长啊，这这个门是啊，对吧？对对对，然后他就搬底下，他就是有这个下法，哦，好像有那样有这下的，下，哎，有这长下，这个，对对对。那么白棋也有长的，也有搬底对下对的，对对，就是这样，这是吧？是普通，对，非常普通的但是下现在更进步了，好像，法。它是单靠，这个地方你要说一定哪个好，咱们不敢说，都有这个下法，都有，每个人他就是你每个人对这个局部的认识、感觉和全局的配置，他都是有他的独，每个人的下法不同，对，你要说刚才邱老师摆那个，当然有，也是定式，但是现在呢，他靠一个。又换一招，他来这个了，搬上面，搬上面了，也有这个。你要一退呢，他就顶你，或者怎么着，或者立下来，这个都有下法，是吧？现在他这个棋啊，他这个他们两个下的也挺高的，他实际上是搬一个，搬一个，在这儿。两个人你搬我，我还呵搬你。我记得是这个棋是搬下面，我记得。直接搬下直面接搬啊！下面好像有这种但是情如况，果黑棋直接搬下面的话，那白棋搬这个，搬这个对，搬这个，不那是，他要打断吧？对，打断，只能这样这了，样对对长一个对，来顶打，对，再掐打，再掐打，击掉。
那在打打在打吃啊、对对对，这一类的啊，这也挺乱的，很乱，有点乱啊、哦，有点乱，估计白棋得爬出来吧。对，这个也就那样了，这是个乱局。嗯，也哪个好，真的是有点难以抉择，难以抉择。哎，他连搬，搬到这儿，搬起来，搬起来，在那儿。嗯，这个棋呢，普通可能粘上，也许就粘上算了。嗯，它是长的，赵汉成，嗯，他就长一个，不粘了。那他这个棋，你如果粘，他在下就你如果粘这个是白棋希望的。嗯，这个形状摆得好，是吧？这个局部以黑棋多了两手棋。哎，要这样是白棋希望走成这样。等于三打一的局面能下成这样，那白棋很满意了。所以他没这么下，他是这个时候搬了一下，交换了之后再来连搬，这个时候又连搬了。这是连线走的啊、哦、那好，那么现在这个应该是必然的了，这个是打是必然的，下面你选哪个的话都，他如果立那他正好粘上啊、哦、这挺合适，白棋的形状、这个挡跟那个尖他选一个、现在他是挤了，挤打，这个是必然要提下的，挤掉，因为被他立受不了，嗯，是吧，然后再断，对对对对，变成了一个这个棋啊，你说好坏，一定哪个好坏我也说不准，挺难讲的。邱老师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局面太难掌握了，我觉得。这个乱战，然后太难了。这个乱战呢，符合连笑，我说连笑对这个棋他喜欢吗？他长得很文绉绉的 啊，对，是吧？但是他的棋很厉害啊，对，棋特别强，喜欢战，然后战力特别强，比别人的凶狠，跟他的那个长的形象可能有落差，他绝对是相反的，就是跟他长的形象。对，这个现在白棋先靠一下，这个也是挺好，先在那儿靠一个，试试不走可被他搬粘的先先欺负太大，先走了，然后再来一个劫，嗯，把这个让你先打进去，然后再挤，你那样如果粘上，我这一打，那你也受不了。对。是吧，这个变得大了，所以呢连笑就粘上，但是这一题挺舒服，嗯，打的你弯着粘上，然后呢白棋再爬出来，嗯，他先长了一下，他长一个，对，长好棋，黑棋还是这被拐下来还是受不了，太大了，对对对对对，然后爬一个，其实我觉得白棋能拐倒的时候这一下，我总觉得白棋还挺舒服的。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形状白的，我倒觉得这一转弯比那个单扳可能还好呢。白棋。对呀、啊。这个白棋我倒觉得喜欢下白棋的。哦，我也觉得比较赞同白棋。赞同白棋。嗯，这样的话，赵汉成这个白棋之白的赵汉成觉得不错，我觉得他。嗯。现在这个长也变大了，他是。他搬起来了。这连笑搬，哎，他还搬。他也不连扳，直接退一个连笑，这个是比较稳当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我有疑义了，嗯，现在白棋走什么呢？他去走空角了。对，我觉得这空角现在着急吗？这个大。哦，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那儿还有三颗子，这儿又这么铺垫了这么多了，这个时候我要这两个点必须要选一个，就走一个呗。稍微撑一点，这个也可以考虑。其实这个特别的大。对，这面大家都，这个配置现在来说，这一招棋，连这个都能烧上了，能照应上了，你不走，我哪怕就飞一飞或者补一补，这都是很漂亮的形状。嗯，我觉得这是比较强的，要不我觉得是该抢这个。应该拆在这儿。那个空角就空了吧，那个一空了不是这一会儿的，那个、空也，你占空角我再搬起来，我觉得是相当的可下。嗯。你要空角，我一搬这个棋，白棋相当好。没错，你喜欢白的吧？我也喜欢白的，对，我赞成您的意见。哎呀，那太好！现在他这个、我不赞成他这个空角。对，赵汉成为什么这么老实的去？他走了一个这个目外还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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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下了一个。赵汉成的性格，其实我对他了解，他是比较温和的。哦，嗯，那看来棋跟风人还是比较相符合的。相符特别温和，不像连笑棋的风格跟人看起来不太相符合。对，他去走了个目外，当然是你这个这儿硬了走目外，那个形状是目外合适，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太大了。这个点让黑棋走了，我觉得太大。对，这个点
不，那落到自己手里不能错过，那个棋必须要走的，哪怕你稳当一点儿，再回来走星位，我认为也比那个大，走星位也可以。您就拆一个，哎，就是说那个拆不走，拆到星位不过一路也是很好的。反正不管怎么样都得拆一个，哎，对对感对觉对对，这时候。就是两二选一。像我这稍微过一点的，我就过一路；像你再温和一点，那我就拆星。但是不管怎么要走这面，那走那个不得一走这个呢？关键你要是说还有大的，走别的也可以。他呢，马上啊，又走了，他震了一个，那被那人这家两先手个拆就已经了，亏了。是啊，那多你心疼啊！这两个交换，你在上面走，人家走四路，你在六路走一个，这是从棋理上亏的。这看起来好像感觉本来没想拆，结果被人家拆了吧，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见对，薄，他又走了一个。这个不理解，张焕成这个不理解。我说他最近的状态不太好，还是怎么着，成绩不好。他从这两招棋，真的是可能，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对，张翰成之前成绩挺好，他在国内拿了很多头衔战，像 GS 加德士啊，还有天元，还有国手，他都拿过冠军。在围甲，我们的围甲比赛中，胜率也很高。然后呢，他就是差一个世界冠军，他只拿到一个亚军，但是这他，个就很致命，导致他去服兵役了。哦，服那兵役对，他了，去服所兵役以了。说他最近的棋可能受影响。对，服了兵役，真的是那个锐气，怎么我觉得没有对，原好来像没有原来那种。那么锐气。他在围甲当的胜率啊，我们是很高的，对，他使得我们最后拿了冠军嘛。那一年是唯一的一次辽宁队拿了冠军啊，结果这个张焕成立了头功了那一次，这个亏了。然后我们再看往后看，这个这一个明显的，你看这两个交换从棋理上就是亏的，他走的什么？他走这个，他挂角。好，这个也没关系啊。这挂角了，他又去加工，这个二我也尖觉高得压，这看起来好像有点违和感。不，这个棋我觉得不应该走这个。我觉得应该搬起来。我也觉得这个很大。哎呀，你跟邱老师哎老师一呦，样一致，这个搬起来那我刘觉老师得比较很一致。重要啊，对，这部棋本来就很巨大很重要啊。呀。你的大概得跟我走吧，你走这个我就连搬那这，多合适这啊！个，摁着你走。那不走也可以，你脱先也行，那个本身也很大，对。本身就是大棋，你一会儿你挂角点三三我都不惧，都没这个大。都是不是主要的矛盾？这个搬是个主要战场，是的，应该搬。这个不搬，我觉得把这个错过了，真的是不应该。这也太巨大了，这步对。棋。因为你什么时候，虽然说欠个劫，但是这个劫你什么时候能逼他打完了粘回去的话，那你就成功了。现在你提劫我就对粘上呀，了，我你很打高我兴，粘上就跟着走就是可我以。很高你兴，跳呢，我就补一个，这三个字你吃还远着呢，即使是，吃掉也都没关系，搬那就已经捞了。这个棋总是要跟着走，那么他不走，他这个棋就连继续跟着走普通的二尖高加，对呀、啊。对吧？虽然是定式，但是我认为不是主战场。他走的什么？他是黑黑棋棋，跳了一该黑个，棋跳了。这一跳这部差的棋有很点多，太大大，啊、哦，这部因为棋有这一点跳啊，大，他关键还要欺负你，他欺负这儿呢，这一挡你这里面还要被欺负，是先手，对。对，你要是这样被你要去跳一个被他便宜，那真是这亏多了。没错，哎，状态我感觉是真是张焕成这个状态不对，他而且现在飞了飞一一个个，对，这个虽然这都是要点上，但是呢你的主战场稍微的就迟缓了啊。那么他走什么呢？挂黑棋角挂三了一三，个，那个地方就是脱先，等于是你震我又脱先，在这儿来一下，这个下的顺手了。这连笑，等于试一试你。你如果在这儿砰砰砰被他先手走完了，他转手再走那个，这个他就行棋的步调很顺畅。因为黑棋这儿正好有个硬头，对，他也不怕你走到外面去，你走到外面我就把角掏了就完了。这个时候赵汉成，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有点血性，干脆不理，各对，走各的。哎，这个我觉得我 赞成，是，有点血性。他三三不走，他走的什么？他走的他不这走个，这门来。他还走个三你三，老是跟着你的步调走，不能老欺负我。都是走跟着他对方走，是啊，他跟的太多了，老是没有主动权，他错过两个棋所，棋所之后被他走这个我赞同，然后黑棋飞起来，对吧？
他干脆再来补一个，把这个都给你吞了。我先把你吃干净。这个我觉得也好。嗯。这个白的也下得挺好，这个可以，嗯、可以，可以，可以。下面呢，黑棋，黑棋走什么了？黑棋贴下去，黑棋打下去了，打下去，哦、非常大。对。被他跳起来，被他这个往回一跳呢，都是空。对。而且他贴下来之后还能欺负白棋。嗯。这里面以后啊，虽然是活了，白棋活了。但是呢，主动权在我，没错，我两边都可收。嗯，比如说我搬粘，不，我黑棋啊，我黑棋，如果我从这儿收的话，搬粘，搬粘就收的白棋就很难过。白棋的搬，白棋大约只有搬一个，搬一个，对。然后搬完了，他还有点难受。对，你的立一个，立一个里面也不活。不，他虎的话也可以，也行，反正你得虎，你外面虎一个就完了，让他回去做活就完了。但是立一个我也是虎啊、嗯，不走的话，我这儿有个点打劫杀，局部打劫，那等于是也是先手，对，是吧？那就说立一个好，立一个目数好，立一个好，对，立一个。白棋立一个目数好一点，但是呢，黑棋外面不无论如何都可以先手走。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嗯，白棋立是正劫，他虎在这儿，你的白棋在跳补，嗯，不走的话，这一点就点这个也是打劫杀，嗯，点一个拖打是个打劫杀，嗯，里面所以这白棋在补，等于是你被他欺负半天，对，这面也粘了，那面也虎了，这个棋挡下来就变得尤其的大。这个地方被黑棋这个走得很顺畅，是。那么白棋呢？把这个飞起来了。我这个不赞成，非常不赞成。有点铺地板的意思。哎，这个不赞成，非常不赞成。我这个棋要是我的话，我觉得赵汉成真的和我当年那个叫围甲的时候不一样了。嗯嗯，你之前没有看的仔细看的棋，现在看了之后，真的觉得他这个棋。嗯，真的是和过去有区别很大。不，他的棋确实不属于那种好战型的，他下的比较平和。平和，但是他的力量什么各方面下的挺有劲儿的。现在、这个、但是他下的好的时候，觉得都很平稳的就把人赢了。哎，对 对，人家没什么招，状胜率很高的。那个棋我怎么说呢？这个棋不要补了，你补太多了。嗯，这个棋我的强烈的感觉，那个棋不应该走，应该走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棋啊，白棋。是吧？嗯，应该在这个地方动手，赶紧先动手。哎，这个棋，那你飞我就爬回去得了，没什么了不起。要是我可能就这么来，靠下来。哎，你扳我就断就完了。哦、我觉得这样干脆就先动手，你看你怎么走。嗯，这没什么了，这你就你可能打了一个，对吧？嗯，你最狠的不过如此嘛，就这样了，我就拐回来。对。压了我把吃掉，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能够什么捞点实惠啊，嗯，是不是这捞实惠挺好的，是的，我觉得这个靠断是赶快先出手，对，这不能等着人家先动手啊，对对对对对，你得赶紧先动手，对 对, 对、这个、想点招出来，这个靠断或者是这个棋啊，你不管怎么说哪怕我飞一个也是要走，反正得走一个，赶紧，对 对, 对，赶紧得走棋。哎，或者你走在这个地方也行，哦、反正这个棋都该走了。对，嗯，那个棋飞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强了，还去再加一手，飞一个。哎，这个我不赞成。嗯、确实。是吧？那这个下的有点松缓的感觉。对，这个棋松缓了，那就黑棋，剩下是该黑棋走，黑棋该走。你松缓了，人家可就出手了。看，该黑棋走，黑棋走什么了？靠出、哦，在这儿。靠出了。嗯。这个棋靠出啊，这个棋就来不及了。这白棋肯定是来不及动手，你先下手为强啊，要差一手棋了，差一手棋了，有可能来不及。对，嗯，这个就有点麻烦。嗯，这个棋这样他先动手，这个那招棋，这个差的巨大。嗯嗯，白棋搬。搬一个。啊、哦。对。然后他长。就让黑棋先动手，就是立马就感觉白棋见薄了，整个上下都见薄。这个棋被他这么一动手啊，他的厚啊都发挥了。对，是的。而且你的薄显出来了。对，是的。这个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当初为什么
刘老师一开始也强调，他一定要拆一个，不管是你觉得你拆这儿也好，拆这儿也好，回来一路也好，你为什么一定要拆？因为这是跟厚薄有关系。厚薄有系关系的。你人家走完了之后，你这旗全飘在天上，然后被人家一分对，段，更麻烦了。这，我进攻的时候实际上是防守，就是这个地方谁先动手，谁先出击是最关键。这先下手为强，哎，这是对，体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很完重要。全，白棋粘上。粘上，现在白棋就他选择，你看他自己去补一个。现在你要是压我，我就哪怕一只长，你就很麻烦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说啊，这个棋，他假如这样压我就长，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甭说我那断，再压我再长，这明显有弱点，怎么办？连不上了。现在，有点麻烦吧？对呀，这怎么办啊？接再下来，压我再长，这就不好这吧？被一溜冲出去了。对，再这样我往出人家多，眼睛再也不断，用看着，就往外冲就完了，再我把你断就直线走，了。就简单的直线走，不用想别的，就你都不好收拾，对。薄的地方你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棋想了半天呢，赵汉成最后也不敢再走了，妥协，他是粘上了，粘住，等粘住，待机会。这个就亏了。你本来你靠断之后，你这一连什么都不用补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该黑棋落，这个先手落到黑棋手里了。黑棋走什么呢？黑你棋看着，跳一个，黑棋跳一对，黑棋个。这个，自己的形状还是挺他坚先实的，反关正。键是他要把你分开，你这个压他还跟着走长，你这个地方你被他分开，你要跳了他给你冲断，这个棋他给你分开了又很讨厌，怎确么办？实，下面怎么办？是吧？这个白棋该怎么走？白棋他自己补了一个，但是补的也很不舒服。这个棋不，形，他别的因为压他他就不跟会着走走啊，了，我觉长得他有这点。里面有毛病，他把自己的毛病也要补一下，是吧？然后黑棋拐，拐一个，对。拐呢？这是白棋是很想扳住他，如但果是扳，是，如果这扳能他扳得扳，住吗？这，对，扳这能断吗？断他就先打一下吧，先拍一下，打一下，接上。那么黑棋就在这补一这外面依然是很不个。对的形他状。这个补呢，他也有目啊，你这外面也没有，还分着这个棋筋你还没吃通呢。呢。对，他吃他还可以跑，是。就是说这样，他仍然拽着你走嘛，他跟着走，所以这样的话，他作战也不好办白棋。白棋没不好办，错。这样不行，是吧？这还不扳断还不可以。对，这个扳不行啊，搬不动，扳不动。所以呢，他只能选择柔软，继续补强自补己。强，哎，这个地方，剩下的白棋它在这个地方一跳，是吧？哎呦，这个棋呢？你看和刚才就差别很大了，对，而且这黑棋跳出来之后，对上面这块白棋明显的对，压力就增大这个地方这了。个时候剩下是该这话语权在黑棋是啊。了，他把你分割来了，你所走在这一手两手在这儿这个作用很小，现在白棋呢不敢搬，搬了它就断，对，对吧？这里黑棋可以用强。哎，这个地方它就长一个，是吧？对，白棋这用个地长。方呢，你的效率低了。一二三，他呢，夸给你分段，他有了目呢，现在该他来攻你了。这时对。候就是说黑棋，你看就因为什么谁先动手的问题，对，在那抢一招，那招，这个实在是不着对，急。你想，人家打入你跑出来就是了嘛。他如果说他敢打入的话，我觉得白棋来不作及，战一点儿也不害那不怕是这主地战方。场，那不是主这要的，都不重要，那不关重键要。是那里这一手棋可插不起谁先动对，手。这个是就是。主要的主要矛盾，主要的地方，你只要抓住主要的战场，先走，那个局面完全不同，改观，都没是错。一下子就局面大变，下面就是该黑棋的话语权了，这个时 候黑棋怎么动手的问题了。接下来黑棋又在这儿靠哇，他这个棋实际上黑棋现在好下了，他是从上面攻还是从正面攻，他两头他都有可选。他在可选之前，再来试你一套更加的便宜一下，这个其实一种手段。他在两个其实都有可能进攻的时候都放着不走，对，从第三方再来一下，
等于是再来看你一下的你的选择，通过你的变化，然后我再选择我从哪面攻你。对，这都是我们的常用手段。这个攻击是非常合适，因为在这一代，如果说白棋想要用强杀他，对，比如说我摆个比较简单的变化，他顶一个，然后再这么搬，想要把你硬摁摁进去的话，他拐出来，比如说他想这样照进去，那你我觉得那块棋就有点悬了。他可能不太敢这么瞎，我感觉白棋，您觉得呢？我不是你摆的这个有点让我好像有点他可能咱们换一个，好吧，换一个啊，那咱们换一个吧，换一个。不过他也可能就是你要这么来的话，他下法不一样了。嗯，不，你顶一个他不会顶首先啊、哦，你顶一个我已经便宜了，我可能选择不一样了。假如你说往这儿顶，假如说这样啊。我可能就不会去顶了这弯三角，嗯，也可能我就放一个啊，我在这儿走强了之后，我还说不定还在这儿呢，你走这个我还给你来这个呢，哇，给你有都有这都这有可能性，要在底下做活，哎，都是有可能性。还有我这儿转转了半天，我这边多出一颗子，我有可能攻你了，我可能从这边送出去攻，嗯，所以都是有可能。先就不管怎么，我一靠你一顶，我已经便宜了，转手再就走别的了，有可能不马上走，嗯。先看看白棋到底是怎么硬的。对，先看看。对，这个他这个先等于试探一个，对，挺好，先靠一下，嗯，看白棋怎么硬。啊，那么在这一代，白棋将会选择什么样的硬法呢？啊，这人家靠你这一看，这底下都是空了，我这空要怎么围？这是一个难题。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第三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的半决赛，由中国的连笑对阵韩国的赵汉成。刚才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黑棋刚刚靠了一个白棋，到底应该怎么硬啊？对，是他硬手，他总是要吃他呀，对，是吧？他如果说你是敢不敢就搬在外面吃？搬他就长，搬他长。啊，这好像有点冒险。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对，会长。这样能吃得到？这个你在这儿吃啊，你搞不好他这儿。有各种变化之后，就影响到这一块了。是，嗯，现在你不好吃，这里有断，对吧？以连笑的力量，我想不会准备这儿下一几个就把这儿全部给鲸吞了吧？所以他这个时候靠是个时机。是啊，嗯，他现在是选择的是什么呢？他是搬了一个，搬的一个，嗯，然后再断，比较温柔的，断，说实话，继续来试对手应手，尝一个，尝要吃，对，那他。大吃大吃扣打，嗯，这个有点厉害，有点厉害。既然这样了，就干脆包进去吃吧。那也没什么好犹豫的。对你下去，现在那就被打下去，那不行。提掉。对，这个厉害，嗯，这个厉害。终于是迎头一战了，要。这个走到这个时候呢，黑棋选择他不上面攻了，他本来这个棋啊往这儿走啊。等于要给你封进去之后呢，让你在这儿撞活。对，你靠下去怎么撞活的问题，嗯，他觉得这个时候因为有那个劫了，定型完了之后他不了，他走的什么呢？他是走的这面了，他走这个了。他先飞一个，走这个，哦，放你出去了。他在这儿把这个糊住了，放你出去了。然后呢，一通过那个劫呢，他算。重点在那儿，他来那个棋，他这么选择，嗯，这样选择也简明。他走这个，他单挤一个，单挤一个，嗯，单挤一个，这个棋啊不好杀。单挤一个，现在你不能硬别的，你必须得提劫或者是粘上，要不然被你走别的，被人家黑棋双脚吃，你就全花了。是，所以他实战是先提了，先提了，先提呢，那就是那面找劫的问题。对，黑棋立了一个，立了一个，他搬。你这不能被搬杀就死掉了啊！是啊，然后他提一个，对，那个有个双轿吃，你走这个，他被双轿那就没法看了，那必须要走。然后他再搬这个，然后白棋虎一个，这个是活了。那个大飞是个后手，大飞他挡是先手是吧？对，对，这样的棋就是说这个算是活棋，然后他再连搬搬。这个棋真的是里面还真的不好杀了。大家看到这白棋是不是觉得太头痛了？这怎么办呢？这黑棋怎么这么多？打劫了。这个棋我还算过，因为这个棋啊，要往前说啊，那个有没有净杀的？
我是，哎，那除非硬杀，还有一个什么棋啊？这个棋粘在这里。您说的是？我说的是提的时候啊，对，提这个，他搬，他提黑棋提了吧？黑棋提现在哎，是对，黑吧？棋提，提，他粘在这里，您对，说粘在粘这这儿里，是粘这吧？里，对，当然这个是先手了啊，嗯，那个棋是死是活？那他也要搬这个吧？不搬的话，倒是我倒还好，搬的是我来个硬杀，你要搬这个，我来这个，哦，您要点一我个想硬硬杀，杀他，哦，你这个我不知道。这够狠，来这个，你吃我飞，正好这个段不成立，打哎，了可我，以爬死是对，我吧？飞这个，这这好像个还真是有可能会被杀有掉可能吗？哦，有可能，但是要看外面，就是说这一带，比如说这个，嗯，我是单挤还是先靠一个这个反正我有杀的可单能，挤吧？单挤他都走这团住，个，嗯，反正给你硬来，需要计算哎，这对，个，硬来硬来，就这对。样。对对对，硬来，这样呢是一种杀法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啊，目前来说是白棋还是有希望杀他的，对对。有希望。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么下，我提黑棋下，可能也杀不着。往后说，再往后退一下啊。哎，他可能下法，他不搬了，他就不搬了。不这个搬地方这一是个，下是哎，吧？对，不搬了，他做眼。这个地方啊，我替他想的话，你若走这，他做这个眼，黑棋做这个，单做，单那么做，白棋只能立一个，哎，立，然后我再飞，再飞这飞个，这个，对，哦，这样的话好像也杀不掉。这也是一个截杀，对，你得大挡棋这个点，了，只有挡，然后团这个就可，对，团住就是解杀了，已经解杀，而且关键他有本身劫，你提这个的话，他走这个，还是让劫你进财，来，那还是本一个身是劫劫财，财。走了半天就打这个劫，这个棋白棋也很难堪，对。哎，这个劫变得也很大，而且关键是它有本身劫，你劫不好找。劫财本身劫很多，哎，这对，几不个是之一类的，个，不是一个一劫，大还有好堆多啊，堆，还有，所以这个也不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实战他那个，硬杀啊，看来不行，只能是如他实战那个下法，他照样站在这儿，粘着，对，然他后是黑棋挡了一下，挡住，他胡，是吧？然后。打再劫搬这没有办法，个，这个死活我给他算了一遍，只能如此。所以他之前这连下下得好，对。连下得好，那打这个，是吧？只能如此，打劫了。只能告诉大家，你虽然是吃的很漂亮的形状，但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形状。对，这个时候人家更看出这一招棋有点太早，缓了哎，缓哦，了，嗯，缓了。是，现在走那打个吃，打吃，他提劫，提掉。那变成打劫了。那他这个劫，他是找这个劫。对，这个劫太多了，这一堆因劫为财。你挡的对这做眼的力都是一大堆劫，所以没法打了。哎，肯定既打不没过。打不过了，也没劫财了，干脆只能粘上了，只能粘住变了。成一个转换。他一立，好，这算是把这个给吃干净了，这个看得清楚了。挡虽然先手挡，他就退，这个减没有两个眼，那这个算是什么一个转换吧？这个死了，那个死了，但是呢，原来这个棋啊。他本来就是死的，虽原然来多就死算了他点，嘴里多死了点。的，哎，跟这个就你看就不一样了，性质不一样。原来那我应该心里啊想那个就是我对呀、的，哎，那这个呢，本来你这个就是白棋活的，所以这个转换呢，实际上把黑棋乐意的，黑棋便宜没错，了，哎，这个就下成这样呢，那就后面那就开始召唤成的想招了。白再棋不想着，这棋恐怕已经不行了是吧？那这想办法，想办法看怎么办。对，他是点了一单个点一个，三路好，点一个，挡一个是吧？他就再也搬。不挡这面了，搬了，胡一个，这个应该是这样想招，对。然后他是打的，是吧？那对，不给他打劫啊？那不是有劫财吗？白棋不给他揣劫，怎么？我在想着黑棋是不是可以接在上面？其实接哪个上边？他不肯接是这个，吗？接这对样啊，被他加一又个，被他加一下。哎，哦，好还吧，反而麻烦。这个棋我觉得他不跟他打劫很打奇怪。劫是一个那个什么，是一个拼的办法。黑棋一个，因为白棋已经那个死掉了，那反正那劫财就很多，那劫财靠下去那一大堆呢，对呀、应该是给他打劫。
就怎么也先给他打先打一个，看你粘上还是走什么？看他怎么下。粘上的话，我有很多可利用的地方。嗯，他没走，他走什么啊？这不不走了，脱先了。对他不走。啊，白棋。靠一下。哎，不，白棋啊，白棋是不是他是那样的靠一个，靠了一个，靠在这里，搬了一个，虎了一个，退一个。那这两个走完之后再打劫啊，可能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有可能就粘上了。我看他那意思是不是想从这儿扳断他呀？那现在就扳断，这能扳得断吗？就直接，如果白棋现在可以扳断他，是可以扳断。嗯，现在他是粘住，如果粘住的话，他就冲断，冲断。嗯，这样是能扳断。嗯，是有可能，但是呢，现在扳断之后啊，他那面他在这儿拆一个，吃的也不大。嗯，可能。他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好，不是不见得就一定那个什么啊、哦，是有扳断的气，是，对啊，是扳断，扳断也很有力，他也不断了，走一半，也不断了。我以为他打算扳断他，结果他不走了，走了两下，他在那儿，他在这儿走一个，那人家就把那个补了，对，靠一个，这个棋现在扳不断了，就没有那个、嗯，刚才那个扳断是把他断了之后，是的，黑棋这个棋。你至少要动动脑筋，怎么跑回家？对啊，现在呢，他走这个呢，再扳他粘上，冲了之后就没断了。嗯，这个是防他扳断的棋，这个挺好。对，防了一下。这个好像，他就说一虎这个他就放心了，没错，他就虎这个，这个是好棋。靠一下，这个靠一个是好棋。不断了，不断了。对，所以。我自替他想，就至少前面打劫，后来走这个扳断呢，稍微是不是能够奏效，能够吃的还是值得那个什么？但是现在被他一靠就没有断了，没有断了。那白棋在想什么呢？他走白棋靠下来，他要显示他这颗子的作用，对，怎么着也得。那你要冲我就断，对吧？如果冲那就断掉，断掉，对。那接下来好像不太好办了。看着你要立我爬回来那合适，但那我觉得白棋可占，是那白棋行，实战黑棋加了一个，加一个，嗯，对，加一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加一个他就意思说我这个只要我那边活即可了，他如果长他度过那就断哪边打哪边，反正是你如果断这个我就把脚活、哦、断这个我也可以把你吃了，有道理，这样就是断哪个吃哪个，这是常规手段。反正我就要一边就行了。对、嗯，就是这意思。他没有这么下啊。但是白棋下的呢很有意思，他是先搬底下。搬一个，对。啊，搬这个，搬这个，我就说那。这手法比较少见，感觉。那我如果吃这个。他如果说吃这个。啊、嗯。那我觉得他是不是要顶打了？接打接打啊，不是急打急打，对对对对对，这个他不是从底下这样打过，打过你接了踢掉那不合适。力他能粘住，然后挡、哦、他能爬，这个他走那也是可以的。对，就是说你不能力，这个不行。这不行，对，这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断了，这一断这黑棋崩掉了。长一个我就一靠你就完了。哎呀，这基本功很好，哦、这个一样的就完了。对，这个是黑棋是不行的。所以你那个他就要急打，你提我搂着打，你是一个打劫形状，能对黑棋有攻击。所以他这个棋啊，连笑下得好，连笑他走呢，他走他打吃，打这个打吃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打这个我不提了，我顶。你看你如果打我顶了，对，就还原成那个。再打我提我就是彻底活透，没错，跟这边没关系，我那边没有打劫，这他这个选择对，你官子给你点便宜没事，但是我活透了，连笑这下得好。所以白棋他也不这么下，他是顶的。顶的，他就他的选择，他干脆他就不提了，他就把脚活了。哦、黑棋一立，他粘上。他这个选择好，嗯，你只是吃两个而已，没关系，但是我脚活了。打吃提 提掉，这个是下的好。尝一个。对，这样是我觉得黑棋挺好。白棋、嗯、你看黑棋活这个脚很大，以后有大飞，中间吃两个，只要不要吃太大，围太大、嗯、即可。这实际上黑棋白棋这个选择我觉得不便宜似的，嗯嗯，这个你本来那个地方你就后手吃了一个这个，然后先手一落个黑棋了，
好像还是前面的问题啊，前面问题就是差别很大。现在你看黑棋动手了，黑棋把这个打掉了，打掉了，这个两个抓得很舒服、啊、很厚实，然后 他把自己都补得严严实实、哎、他这个棋就是你不能被他提完再打哈、嗯，这个也是防，为了防扳断，然后他虎一个顺手虎了，跳进去。哦，这个跳你看最主要的大踏步进入，这招棋都是最致命的、嗯、就是说我最后一招走了一个最大的，如果最后一招走一个不是特别大，那就像是走最后一招走了一个特别大，这都是一个他的选择都是非常好。现在白棋面临的问题就是控不够，所以他得想点招。这个黑棋下的比较顺，对，是的，嗯，现在这个冲，现在目前冲不断了，你如果这样 冲我顶住，他有顶断了，我就急打，哎，对对对对，这个不，这个是冲不断了、就是所以白棋得想点招出来，想招啊，想招，他想什么招呢？断一个，断一个，对。然后拐打长，长一个。假如说黑棋粘上，粘上，那么我再冲断，冲断，对对对对对对对。搬下来，这个时候就有这个了，有一冲断，这个棋、啊、这就终于这个出棋了，出棋了，这出棋了，是。哎，这是白棋给他哎。这个设计的这个参考图，嗯，这个不行啊。那么，所以黑棋不能接，这个地方明显是一个陷阱，不能接着只能打，打吃，只能打啊、哦。打的时候那个你刚才那个不成立，嗯，哎，冲断我就给你吃了一段，我一拐吃，但那不行是吧、嗯？他接打了，他接打，那这又是个转换棋了，踢掉，挡一下，这是个转换棋好像，对啊，靠住。转换棋，但是呢，白棋也薄了，虽然下去了一些破一些空，嗯，但是好像不是他的那个什么多严厉的那个手段，是吧？没觉得有多重要，多重要的手段、嗯，因为自身也薄了，破的也是相当有限，嗯，是吧？相当有限。对。那么这个棋呢，该白棋他是白棋靠住了，所以黑棋继续、啊、哇，这个打入追击他这块棋，他说你这块棋还没活，这块棋还没活，是啊，他通过这个进攻呢，他又想捞便宜了，嗯，白棋得往外跑，这个小孩看起来白棋有点惨，这个有点惨，嗯，这个有点惨，被他这个小他压，这还不能乱走，这个嗯，这个下法说实话感觉是怎么会这么下？就是好像觉得被黑棋完全的掌控住了。这种压一个走都，要么是尖一个，这压一个怎么觉得不是、哦、这招好像不太对，是吧？不是味的，不是味道，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那边的走，可能这头也是问题，嗯、这是白棋有点不好。现在有小尖一个，他是小尖的啊。对，小尖。那么这个地方黑棋只要他只要这块棋不死，处理好就行，处理好，实际上他就便宜了。对，嗯。其实这个硬的发挥了，嗯，搬粘，搬粘啊，他不是立的，还搬粘。他先把黑棋要求把它断开，要不然人家连回去了，他就不知道在干什么。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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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黑棋就把这个长出来长一个啊、嗯，这个地方一顶就受不了。对啊，所以他白棋只能顶回来。嗯，黑棋呢？黑棋在靠压，靠一个。对，这个棋这下面这个黑棋一虎，白棋不好打。嗯，不好嘛，所以他要走这个。啊。这个棋呢，它这个棋它基本上就联络型，你靠断这个棋可能都不行了，为什么呢？你这块棋还要小心呢，这块小心，两头都到处都是嵌着棋的，薄，很薄，这个棋很薄，白棋到处都是很薄，很薄很薄，这个棋不好办，没错，他这个棋，他把自己先用打回去，要不然这个子被人家先手接上，他如果先手，他可能不活，整块棋没有活。整块棋不活不说吧，人家这冲过来，人家也有眼，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黑棋连要下得好，很痛苦，没有办法的。对，确实。他走上这个之后，嗯，白棋黑棋是长一个吧？过了一会儿再长。过了一场，他是往这边进攻、啊。对，先走了一个。从这儿进攻。飞了一下。这个也是个有刺啊。嗯、这个。接下来有间断。对。他跳，然后他再把自己补得坚实一些。省得你这靠断啊，是你要经过他看不清。这个一靠断也很厉害，哦、是的，这样你就再也不想断了。现在主要有个吃，甭想一切有个吃。而且他这个团打还先手，嗯、这你根本就断断不开他。现在断不开了啊。嗯。然后白棋在那面走。白棋靠了一个。我不走的话，不是这儿有一个尖呢？对，有个尖。他自己还有断点。
再冲一个，接上把这个断掉。断掉，好，这个算这样告一段落，这个地方啊。对。黑棋收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吃掉。那它下的特别坚实。这个大。我把你吃干净了。这个我两个跑出来撞见你，还得回去连一个。是先手。它这个带木的。嗯。这带木的很大。然后白棋在上面拆了一个，他说：“你不是吃我那块棋吗？哦，你将来要考虑收气啊，还得这个有这个结的问题，有收气的，那本身也很大。对，那你可以。”往下面一路或者怎么样走在下面是吧他现在二路现在这个被他一靠是吧嗯敲他是走什么他不退了他是搬的搬普通他觉得退一个好像被人家先手走着了他不舒服那这个走如果挡他一打一搬粘他眼位出来了对要做出两只眼了对一挡一打一打一搬粘两这儿有个眼上面有个眼他就不收气了是吧所以白棋得往上顶啊往前顶拼命了对啊其实这是拼命的这是损木的这是这几招棋都是损木棋这损木他其实我觉得靠的时候就跟退一个嗯现在这样被黑棋这一长怎么办他是不是希望黑棋断一个然后他打完了有点那个看不清的地方其实损了木了他其实这个时候是拼命对其实他挡一个是正常收官但是他觉得可能不够是这样下的啊对接上，接上，然后黑棋又跳一下，那他冲，挡住，他再挡住。黑棋从木的角度是黑棋木是便宜的，没错。那他把这个打一下，没打，他没打，没打。黑棋他长了一个，长一个。哦，那连收气都不用，对啊，目前气还长。白棋长的时候，他再粘上，哦，他觉得根本就不害怕这地方。黑棋外气多得很，在这一带。现在把这个粘上了，粘上啊，现在白棋立了一个，立一个，立这个，然后他挤，挤一个，接住，他补补墙，然后呢，黑棋他是立那个没有，黑棋搬了一个，搬这个，搬这个，这个挺大，这个搬用搬粘也大啊，他断了一下又，这是他先手，是吧？嗯，对，先手，那么把这个挡住了，挡住。然后拐了一下，收成那个，黑棋把这个挡住，这个有一个大飞，这先手很大啊，七目棋了吧？白棋粘上，粘上也是，那要求是不是这儿有个连的死活问题？对，现在黑棋，我觉得这接下来这是官子守金啊，他是先挖了一下啊，考验你是打底下吗？打底下我就先手粘上，对，那又便宜了，那他要啊，所以他要吃上面，吃上面，那么他就。哎，正好打两下，粘打两下，它粘上，然后黑棋一虎，这是先手把它全部包紧了，这样定型，这叫定型。对，定型呢，它等于是这个虽然看着黑棋都死掉了，但是这样的话，它上面紧了一棋之后啊，它实际上这块棋活干净，活干净了。还有你的便宜的是有限，这样定型呢，黑棋它是并不亏。现在黑棋是走的什么呢？黑棋把这个。冲掉了，把这个弯了，弯一个哦，弯一个也是不小的棋。对，这块棋还死活吗？没有了吧？这块棋没有了，现在就是收官了。收官了啊，也没有特别大的官子了。对，现在是弯那个先弯那个的，啊，那个一路是吧？这个他是先弯了一下那个。哎，对，弯了一个那个。这个次序不能少。对，先弯这个。弯这个那个也大，然后再黑再弯一个，对，弯这个对。这个现在呢就没有什么关了，白棋粘上，粘上，黑棋还下得很谨慎，他冲，挡住，打一个，接住的时候我提掉，等你接上呢，我再把这个接住，这样就是彻底的，连收气都没有了。现在是，他这个下的是有点意思啊，那冲一个吧，冲一个，黑棋就虎，虎这个。啊，不粘了啊，粘了打了长有收气了问题了。对，是的。那把这个吃掉吧。对，吃一个，吃一个，他把这个先收了。对。哦，收这个，然后再把这个挡住。这其实黑棋目数已经好很多了，起码十几目了。那个靠了一个，现在白棋。现在白棋靠一个。哦。这个棋是，
这样的棋感觉是下成这样，现在这两个都不是目就小，就四目小，反正就四目棋、哎、也没有多出来了。他先手把这个粘住，也即使黑棋白棋先手打了之后，你收棋也早。但是呢，现在他干脆彻底粘上，也不收气了。对，这样的目这一数目啊，还真的黑的好不少，黑的好不少。因为你这儿也损了目了，这儿白棋越损了好多。没错没错，越损越的距离拉大了，差不多快接近二十目了。距离拉大了，距离拉大了。就看黑棋这里的这个招法就知道了，他这个冲完了打完了，然后提了把这个粘上，肯定是已经棋已经很优势，然后呢就觉得啊这个一目两目都不在乎了，我就把这个补掉就完了，让你断了你的收气的念想，省得你还后面有可能有搅和出什么事儿来。这个连笑下得好，对，是没错。我觉得这个黑棋啊，在这一代，这个就人家飞完了之后尖这靠一个，挺漂亮的手法，确实是。对，布局可能就已经落伍了，那好，这他有几个关键点他没有走上，是吧？对，这个连笑后来下的布的力量发挥，那没给他机会，是吧？就给大家稍微再捋一下这盘棋，就是一开始，刘老师就强烈要求这个黑棋白棋啊不要占这个空角，他要把这个地方拆，这是很关键的。这个拆一个，那这是关键。后面这个也应该搬起来。对，这个搬也非常巨大。后来我觉得不要去飞，那么靠断也是厉害。对，没错，这里一定要先动手。对对，抢先动手，那局面还很难讲，至少是对比较乱一些。而且我觉得白棋前面甚至我都觉得白棋不亏便宜了。对，前面这个形状那个下法还挺好。白棋这下得很好，很成功，就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时候布局那个时候，他后来连连的就退让，失去要点了。没错，这黑棋在这儿靠了之后的下法，我觉得这个手法大家是可以学习的，因为实战当中可以用得到。当然，这是需要经过计算的，这毫无疑问。这个是比较高级的手段，里面还是有很多计算包含在里面。但是实战黑棋非常成功，经过这个战役呢，他就把上面吃掉了，一举确立了优势。好，对。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连笑中盘战胜了赵汉成，晋级了孟百和的下一轮。好，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